的法庭，所以才会使来锻炼着咱的分家人这片土地，可以证明生活搁较好，可以咱的县市搁较发展。只有咱的朱立伦才有法度实现这个梦，所以来做着朱立伦的脚步，和咱的国家搁较好。第二，我嘛要来要注意我的婚姻的健康的未来，大家讲好无？尤其是我的婚姻观，婚姻观的这面讲好无？好。因为我嘛看到婚姻观这么年来热血积极，结果咧，婚姻观即卖的人口已经破70万啦，变作干咱29万9997个尔。所以人口外流，人民无幸福，家庭所得安尼遮尔少，所以我要来要求婚姻的胜利，我嘛要来要求咱国家立法，立法有法度来带领着咱人民更加好。这就是我婚姻第二选区3号5号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这位是一个伟大的女性，也是咱屏东嘉义县的县议员。伊有一个漫飞天使的女儿，伊做一个妈妈，陪伴这个查囡30冬。今仔日伊知影国民党双股一参选，但是伊为着咱大家人未来的幸福，伊愿在亲像老母的心情相像。永远随着咱的国民党，所以这个一贯在以母亲的心情、以民意代表的心情出来参选立法委员，伊就是咱的林雨林，编号3号，华夏欢迎进来，我们永不放弃的林雨林好选人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恩，谢谢。感谢，而且有咱分家人大地区遮所有好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哇，我远远就看到我的民雄，歹势，因为我来自嘉义县民雄乡这边出来参选。